梦见拔牙出血。打算出门的人梦见拔牙出血，建议如期出行，但遇到大风就要小心。准备考试的人梦见拔牙出血，意味着你的文科成绩优秀，有被录取的希望。怀有身孕的人梦见拔牙出血，预示你会生一个男宝宝。若是八九月生产，则会生一个女宝宝，但要慎防动胎气。创业的人梦见拔牙出血，代表你所做的事情会带来财力，是吉祥的预兆。谈婚论嫁的人梦见拔牙出血，说明感情起伏不定，意见不合，婚姻难成。